啊，弄不了，小明，你这道问题是让我来试啊，瞧，千峰神地，做饭。神殿，对，这不对吗？这能传送吗？能传送过去。千峰神殿，就能有条路可以走。这一去上去的，发现了就打一下吧。这拿火枪打，好，这是条天风神殿这方向，到这里上去。爬山，这下上了不少路啊！这两把就是十级的，处理一下。线，小上头啊！外头挑战，上面守卫官，血量帮助不够啊！这里有了东西，这。号码被他发现了，这我哪打得到啊？这嘿，这我哪打得动啊？这几还把我轰没了。转啦！快跑！好嘛，这就倒下啦！我天哪！哎呀！在冷却。就这么大了。至于吧，快跑啊！还有十多秒，这，这不完蛋了吗？顶住啊，小兔子！这完蛋了。
要打核心和头部，我的妈！好，马上回来了。到了金玉山巷啊，补充点血去。行吧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感兴趣的同学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谢谢广大。讲义，小逆，拍摄，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